各位同学好，来看一下台湾海洋大学的研究所考题。这个题目是直接积分就可以了哦。好，左右两边同时对 x 变数做 integration， 因为它的左半边跟应变数的微分有关，单独项的微分有关，右半边都是自变数相关的函数形态，所以它就可以直接积分它了。好，不利积分的关系，加一个积分常数 c 给它。好，左半边的话就积也除那个微分嘛，好，得到 y。同学大家要了解一下 sin 跟 cos 的函数要怎么积分的哈。好 ，cos 负的五分之一乘上 cos 5x 的哈，这是第一个 sin 函数的积分值哈，积分的函数啊。然后第二项的话就是加上二分之一的sin2x， 好，再加上一个积分常数 c 给它。好，这个答案是通解的哈。好，我们还有条件要带，要等一下哈。好，条件要带一下，带住题目给我的 x 带零 ，y 会得到零这样的条件的哈。好，零。负的五分之一乘上 cos 零，好，加上二分之一乘上 sin 零，加上 c， 好 ，cos 零的话是一 ，sin 零的话是零，好，所以五分之一加 c， 负五分之一负五分之一加 c 等于零，所以 c 就五分之一，好，故。这个 c 找到要称作特解啊，特解为好，特解就是 y 等于负的五分之一乘上 cos 五 x， 好，加上二分之一乘上 sin 的二 x， 好，再加上五分之一，好，各位同学这个答案找到了。同学们参考一下，好，谢谢大家。